德先生女士，大家下午好，欢迎莅临参加高雄市政府财政局全民串联一起来网络有奖征答抽奖活动。那本次网络有奖征答活动呢，是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暨所属东区、西区税捐处所共同举办的。那这个宣导主题呢，从刚才的影片中呢，也可以显示这个影片的内容呢，包含了烟酒管理、税务常识以及廉政的知识，内容相当丰富多元，也收获参加民众的好评。借由本次的活动呢，除了增进民众对于相关法令的了解跟认识之外呢，也升值民众对于廉能政府及反贪的一个认知。那这次活动的奖品呢，是由价值300元的商品券，总计100份。哦，待会呢将会以电脑程式随机来产出得奖人。那现在就请财政局刘副局长为我们抽出100位的幸运儿。现在请刘副局长移驾到台前来。的一个朋友，大家午安。那财政局为了推广烟酒法令、租税及廉政的一个宣导，我们特别举办全民串联约起来的有奖征答活动。那在活动的期间，承蒙我们高雄市民这个踊跃的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们活动结束以后，经统计有1000多人次参与这个活动。那今天就这个抽出100位的幸运名单，然后每个市民可以得到300元的一个礼券。那希望说这个集体的，包括烟酒法令、租税，还有廉能的宣导，能造成我们市民了解我们烟酒法令，了解租税自己的权利，更对公务员的廉能廉政有一定发挥一定的效益。那今天非常谢谢媒体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谢谢。那他们怎么去领呢？是直接去哪里领？活动网站上去领吗？不是，他们地址领奖公布以后，他们可能会就近到我们税捐基征处。我们西区有9个分处，东区有3个分处，包括总处。他如果就近在他的地址离哪个分处近，就到那个分处去领。所以对他们领这个礼券非常方便。可能身份证他有名单。代领应该可以吧？本人那个带身份证就可以了。啊，如果他们不方便呢，如果在外地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邮寄给他。那可以跟电话跟我们税捐处。详情可以跟我们联系。哦，各个分处联系也可以。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媒体的一个参与，谢谢。如果超额免税数量且未依规定向海关申报的除外物超量烟酒外，还会处以罚款吗？
税跟房子的关系有没有？原来是税捐处寄来的地价税缴税方式，其他的房子明明是自住，会有一般税率的税，而不是优惠税率。可否请税捐处告诉我，我得赶快去问个清楚。白先生，因为您的房屋位于9月10号前已经自用更改可免税率申请，对适用优惠税率，而依规定申请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要于每年地价税开征时效日前，也就是9月12号前提出申请，预期申请的从2024年开始适用哦。谢谢请问一定要是有房子哦，是不是有申请不行，你再这样坚持下去，你就要向政风机报告收入了。办公室的权利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定，只要有贿赂公务员的行为，不管公务员是否被公务员行贿赂的人都是有罪的。对于其贿赂行为作为变通的行为，将会被处以1年以上7年以下的并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的罚金，即使不是违背行政行为，也要以参与在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刑事罪10万元以下的罚金。较违反规定的税率课税，是违背行政行为，除了将巨大的行贿举荐之外，还有违反民事上的其他行政税收万万不能赔付他们的行政法。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如果发生公务员我可以通过法务部的部门的相关线2806086提出检举或向各机关做公示法律问题。其实只要被法务部门不一份介入所有的情况的一份，申请的书实际上已经在地区的地区政府提出申请做出结论，或是于在高雄市政府的员工都要遵守高雄市政府的员工的政府的规范，接受到高雄市政府的机关、学校或是以机构洽公，千万不能动力从本方也不要乖说没有请吃饭的要求，也跟白花花的吵吵过不去。公务员是民众服务阶级的存在，会遇到民众送礼机关说吃饭，只是要先报主官，并于三日内知会政风室提示，严正执行事件公务的时候。最近单位为提供更多便民服务，不断创新简化流程，习惯使用手机软体的民众也可以多多使用高雄市首创之高雄好好税，还有全国税务处罚以及应用程式来处理查询税务问题。同时，政府为响应强盗落实无纸化，鼓励民众以实际号码、悠游卡、iCash 卡、会员卡等载具实现发票。财政部特别规划无实体电子发票专属奖项，以及实体发票开奖大概2000组，每组奖金有2000元哦。现在行政机关便民效率又有制度，有你这么青年、主动积极的公务员，国家越来越有希望了。公事公办不紧缩，新进公门免关说，受政财务详仔细，智慧政风也可以。好，看完这则简单的动画之后呢，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